仲企喺度劈嘢？食嗰啲俾我。又一份。Hello， 好啦，我哋而家開始派嘅啦嚇，咁啊麻煩大家等一等嚇，好快嘅啫。好彩今日冇落雨。大家咁啊，好開心見到你哋。我哋係左定右邊一間先？你唔使啊，唔使落地。唔使啦，唔使啦，你等我代表啦。因為送啲物資俾你哋。係啊，係啊，咁啊又注意心意餅乾，係啊，要生果啊。系啊，咁啊，祝你哋身體健康啊，保重保重。做善事有好多形式，貼地嘅陶大宇就選擇捐物資之餘，又出心出力落區兼上樓親自派發，逐一向各位街坊老友記嘘寒問暖，實行生活需要同心靈慰藉都照顧得到，真係值得表揚啊！今日天公真係好做美咯，天氣好好咁啊，又夾啱咗做到一啲活動，即係呢啲咁嘅行動啦，好開心好開心。希望即係將一啲愛心啦，將一啲主要嘅即係消毒物資啊。同埋一啲少少心意，譬如生果餅乾啊，咁送俾一啲老人家或者一啲行動唔方便嘅人啦。譬如話唔方便嗰啲，都希望我可以能夠盡我最後嘅力量啦。咁啊，逐層派啊，咁樣派咗俾佢哋，咁啊自己都安心，咁佢哋都安心啦。而家我做咗啲區之後咧，將來不久嘅將來仲有機會可以做其他嘅區域咁樣咯。因為我覺得好多人需要呢啲物資咯。好，希望即係個個都受惠啦。係咯，希望唔使派啦。下一次係係啦，下一次同佢哋一齊玩啦，一齊做下活動啊，唱下歌啊，玩下咁樣係啦。大宇哥多年嚟持之以恆參與送暖獻愛心，除咗送物資包，亦試過請老人家食齋等。等透过各种行动关怀弱势社群，难怪班长姐见到佢咁有亲切感啦。呢日仲有位婆婆特登拎翻张30多年前影嘅合照俾大宇哥睇啊！老友记咧好有心啊，可能以前咧即系同你影过相咧，佢特登拎翻张相出嚟喎。嗰张啊，嗰张系我入行嘅时候啊。系咩？系啊，几十年前噶啦。佢话唔知我拍外景，咁佢路经，咁佢同我影张相，佢就即系保存到而家。咁当然嗰阵时冇智能电话啦，可能佢就系话嗰张相咧。有咗智能智慧之後咧，就影低咗嗰張相咁啊！今日特登即係知我要有依個咁嘅行動咧，咁啊特登嚟俾我睇咁樣。係，好多都想同你傾下偈啊，又話叫問你唱唔唱歌啊？係咯，係啊，我覺得今日依個行動唔適合唱啦。全球疫情未受控，對生活同工作構成唔少變數。大宇哥亦因為疫情工作受到影響，不過正面嘅佢當然保持樂觀積極嘅態度啦。而家就疫情就慢慢好翻好多。係啊係啊，有冇影響到啊？大宇哥你啲工作？有嘅，有嘅，咁就本應我都要離開香港翻內地工作嘅，咁因為疫情關係啦，係啦，嗰邊都好似有少少唔對路啦，咁啊希望快啲過去啦，因為好多工作都延遲咗嘅，咁唔緊要啦，咁啊因為依個事件，咁希望即係真係快啲過去啦，即係大家俾啲心機啦。堅持啊！我覺得總會有一日見到彩虹嘅。大宇哥樂善好施，為人爽朗，見到佢大家都會開心歡笑，所以揾佢一齊拍住相送暖就最適合不過啦。我哋識阿大宇都幾耐下噶啦，一路都知佢個性格係好開朗啦，同佢一齊好開心啦，咁就一齊聚會嘅時候咧，佢仲係嗰種好爽朗嘅笑聲，令到我哋咧係好感染到我哋嘅。倒轉地球呢個異潮嘅時候咧。佢一個所有舉手投足咧，都俾我哋一個好即係開心到可以忘憂嘅感覺。咁亦都會相信佢係將呢個正能量一路發放出去，即係好似正如我哋嘅正能量大使咁咯。